开始上课啊、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上的哈，就是这里啊，主题在这里啊，就是国际法加持下，火莫煞，美丽将在线啊，这个就是整个题目啊，整个意义都在这里面啊，在这里我要想到我都是有时候混合哈，现在我在是华语啊，台语哈，多一点哈。来，你看我这每一期哈，拢有意义的哦，哈。啊，重点是面顶是台湾民政府，啊，台湾政府。啊，我伫这边啊，甲大家讲吼，台湾民政府，我伫2013年，今年是多少？2019了，对不对？我在2013年的时候。啊，都事业的时候来开始来啊，跟各位上的都是一样东西，就初级班、高级班。啊，我在还没有来之前哦，差不多三个月、四个月时间，我就在看那个时候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啊，我看台湾民政府，我讲一个过去的一个故事哈。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啊，一个好朋友，哎呀讲。伊讲哦，我有办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啊，你知影吼？我第一句安尼来回答我讲吼，啊，钱歹赚啦，莫乱开啦，安尼吼。因为嘛，你着人有当时你无人甲你讲，你着去，着钱着偷人嘛吼，对不对？但是我伊搁想一个代志，啊，万一人这若是好诶，啊，咱若因为咱即句话共人个机会共挡落来，安尼着无拄着，你知影无？啊，我尾仔想讲，啊无我要哪做？我知影吼。我就讲，我心里在想，要不然这样好了啦，我上网帮你找一找啦，哦，既然哦是政府，网络一定看得到，我就直接拍去网络水，就被我找到了，找到的时候呢，我一点进去，为迄一天入去了，才叫我念掉嘞，叫我关网念掉，念到即摆搁念掉嘞，因为吼、所有的资讯吼。拢看官网知影，即摆重点我要甲你讲哦。伫2013年的4月，还是4月18号？4月18号对，4月25号啊，前一礼拜，就是扣了七天，就是4月18号。哦，4月18号就是初级班，哦，初级班。啊！我上初级班，我就想讲，我这上初级班上完，我一定要两个去，我要继续上，连续两个礼拜就把初级班、高级班上完。为什么？我感觉哈很有道理，而且台湾很有希望啊！所以呢，我就进去了解，好、进去了解哈。然后，高级班哦，反正就4月25号。啊，其实第一个时阵哦，整个市面。整个台湾民政府这个社民哦，都已经差不多。为什么那个时候台湾民政府也去参观美国的军舰呢？在美国有四季饭店哦，美国他派了一些国家的官员，还有听说了哈、美国四大家族，你敢不知？四大家族是什么？你敢不知？贵族。对，没错，那就是贵族。啊，贵族呢？他们也来参加嘞，啊，这个分明就是准备要让台湾民政府接政的嘛，哦，所以重要的这酒会呢，他就邀请很多的这贵宾，哦，啊，四大家族是美国的贵族没有错，事实上美国四大家族他们的产业是几乎占了美国很多啦，哦，啊，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认为台湾民政府应该是快要执政，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2013年的4月，那么到2019，对不对？就到2019，那就要整整几年了，六年哦，我记得台湾民政府六年，所以我讲遐济吼，就是要借我自我介绍一下吼，因为我本身咧做咖啡的，咖啡，对，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的咖啡，我曾经去参加过比赛拿到最高奖就是特等奖，我那个叫做金字招牌啊，我对咖啡真的是
我不是说喜欢到哦，这个每天都想喝，不一定。但是我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泡出一杯好的咖啡。现在很怕。我咖啡哦是很专业的，我的咖啡非常好喝，非常好喝。所以你到我的店里哦，有机会了哈，到了店里喝咖啡，我告诉你，我的咖啡，我的咖啡没有附糖，也没有附奶精，知道吗？就表示说保证啊。这边我都先不要不介绍好不好哈？等于说我本身呢是啊咖啡方面，所以我又一方面又觉得台湾品质很棒，一方面呢我咖啡刚好也是在2013年那一年呢得到特等奖，所以我在想，那我到底要好好的经营咖啡，还是要来台湾品质？我就很矛盾。可是哈、我嘴巴里面讲，哎呀，政治政敌卖惨啦哦。啊，咖啡也做咖啡，一个人得我都拿到最高奖。我嘴巴这样讲，心里也这样想，但是呢，脚呢就往台湾政府走，所以可能啦、我对台湾这个主义，我们感觉到有使命，所以这个就讲到我的父亲，他是日本时代日本人，他是日本人嘛哈。日本时代出生的当时就是日本人了、他从以前，因为我们上的在学校读的跟他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都不认同我们在学校读的、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最重要他就很注重我们台湾本土我从小就被他感染、就受他感染一直到今天、一直到现在、所以对我来讲、虽然我的产业，我告诉你，我还在呢，我还在做咖啡呢。我像我这几天，我的咖啡店不是很忙呢，可是我这边我一定会来。我告诉你我大概整整有3年到4年的时间，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我都来。我从来几乎了从来不请假，只有一次，因为是那个大的游览团要到我的店消费，我才请一次假。其他我都没有请过假。好，没关系，我告诉你，反正这个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看看怎么样能够又有参与又自己的产业不要放弃你自己思考好不好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对台湾就开始了解那我现在我为什么讲那么多？我这个主题我到现在这边讲过，已经讲了可能有2年以上的时间了这个国际法加时下，我三年前那些世纪争霸战你知道我现在讲世纪争霸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时代的。现在世纪争霸战讲的主要有没有主要在这个全球里面都主要战争。只要在这里面，当然就是亚太地区嘛，就印太地区，对不对？好，亚太地区里面主要争霸是谁在争霸？日本、美国、中国这三个，还有苏联，对不对哈？所以现在整个亚太地区很热闹。问题这个世纪争霸战。比较世界中央比较热闹是最近一年多近几年以来比较热闹而已，对不对？前年好像还没有嘛，前年还没有，对不对？世纪争霸战呢？但是我跟你讲我这个题目已经定讲了好几年了，讲了好几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有感觉，亚洲未来的世纪争霸战会跟台湾民政府会有关系。我告诉你我怎么判断美国是不是要重返亚太美国是不是要回来美国重返亚太的目的是什么？也不定中国对不对？他 要来对抗他要来对抗中国。美国他是世界号称世界警察问题来啊，伊一个国家，伊要去担任全世界警察，
这边这边哈，哎、哦，给，哎，还是这边也可以，这边也可以哈、哦，好。伊要做一个世界警察，伊好多多少人力一定爱嘛，哦，啊，所以我认为我在那个时候就认为，我当时做清楚，美国要当亚洲，一定爱一个国家给伊支持，就是对，日本。日本一定要支持，为什么？因为面对中国，对美国来讲吼，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亚洲一个国家嘛吼。啊，美国吼，我以前有讲过吼，美国这个国家吼真奇怪。美国的国家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目前为止唔捌停止过战争的，伊唔捌停过呢。你会记得无？你若像中东，有无？海山吼，啊，过来。诶，什么土耳其啊，什么伊拉克，对不？啊，即摆了是啊，个越南，对不？啊，第二战，迄个多第二战后就韩国，对不？拢唔啊停过，所以因美国吼，因甲因个国家变作是相拍棋啊。啊，咱台湾人吼，经过七十年拢互管，拢做奴隶，即摆拢叫肉鸡，啊，因拢相拍棋。因为我去美国，我有足大个感觉。因为去美国，去华盛顿啦、啊、吼，去纽约啦，啊，我看吼，因遐拢无铁马，吼，啊嘛无机车，拢用行路个。因为去过大多数拢行路，啊，所以我吼讲吼，直接偷偷甲你讲吼，我看因遐女性吼，因每个臀部都翘翘个，为什么？人因时常去行路啊，身体拢健康啊，啊，咱吼散步个。就机车、铁马嘛，都无人咧骑，晓得无？哎，所以我感觉迄是因国家的策略哦，吼，因国家的策略哦，吼，因为因人民运动啊，为什么？因为他要唱全民都是怎样，像勇士一般，哎，所以我感觉因就是小拍皮啊，吼，啊，即摆重点是因若要转来做这个东，这个亚太，因爱一个伊不敢到三江，吼，伊不能到三江，伊就会做轻松，啊，而且要对抗中国。哦，你看，迄当阵，我这资料，就迄当阵两三年前，我就拍出来。啊，即摆是咪创不起来？吼、哦，这规个台面化，伊要对抗中国吼，一定爱日本来倒贴，啊对无？即摆重点来啊！我讲了，这重点吼，咱咧讲政治啊，较敏感个哦。你要叫日本倒贴，爱上帝无？无人卖讲上帝啦，哦。爱有礼数啊，哎吼，爱礼数绝对唔是细细小小个对无？所以我感觉，伊呐希望日本天意，啊要送一个礼数，啊这个礼数都爱啥物事吼？甲台湾有关系嘛，对无？因为咱台湾对日本来讲，吼对日本天皇来讲，是一个没办法说出来的痛苦，为啥物？我当年拢讲吼，咱去参加迄个做天皇的祝寿，来参加天皇祝寿吼，啊，我拢跟你讲吼，我是用心比心来讲吼，我相信咱台湾人政府当年若去参加天皇的祝寿了，咱若离开天皇来靠三个三日，我绝对无信来讲的，足简单诶嘛，台湾人，咱即摆台湾人民。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对无？臣民就等同啥物？伊的家仪是啥嘛？好，今仔日台湾民政府拿着这支旗啊，哦，啊去甲伊接收，都要一个一个。这是你的家仪是啥呢？啊，伊敢若徛伫面顶啊呢？安尼尔尔，我来讲，迄、那个痛苦，明明家仪是呢，当然要甲你烧金，你袂使甲伊烧金，要痛苦无？诶，这心会痛呢，哦，啊，所以我感觉咱若离开吼，也三暝三日咧。啊，我先将心比心啦，若咱家己，若拄着这情形，咱嘛是会靠三暝三日啦。哦，啊，所以啊，三四个月前，我天龙去个与那国岛，哦，遐遥望台湾，哈哈。诶，因为啥物？二战的残酷，到目前天皇的权力还是被悬置。袂使讲话，伊若讲话，搞不好就违反条约，
所以伊才会当心疼，搁吃好个人讲，天皇甲即摆还是等同被软禁，你知无？恁资料要对看，资料要对来，咱来用敏感度去看，天皇你甲看，70年来真少去其他国家，非常少。我唔相信讲伊若自由，伊袂去。我相信伊若要去任何国家，拢要经过占领全国美国的同意。所以两年前有一个总统去拜访这个天皇。两年前的总统是啥物人？奥巴马。奥巴马吼，来，伊去皇宫内底有阅兵无？有阅兵哦。就即摆天皇啊，天皇甲这皇后咧，啊，就陪奥巴马，吼、哦，啊，即阵行到部队头前，皇后甲天皇就停落来，奥巴马家己一个人阅兵，了解意思无？黄金的指挥权就是美国，安尼有两金无？啊，所以咱拢知影，所以伊个心会痛命，吼、哦，安尼啦，吼、哦，好啦，这是为遮开始吼，啊，互大家了解吼，啊，咱啊，如果伫这个国际化，今仔日台湾要行出来，嘛要依靠国际化。今仔日台湾到目前为止，还阁伫遮受到这种啊，这个啊，做这种待遇吼，都是也是国际化，所以国际化会当帮会当。帮助到咱，啊，但是嘛，限制到咱，安尼就对啦，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所谓什么叫加持？加持是讲咱爱主动，咱爱站出来，咱爱要求所谓国际法，你要依法来执行，吼、哦，台湾的国际地位，这叫加持，就是你爱有主动，你要主动去争取，对吧？啊，什么国际法？有关台湾要向谁争取？当然是美国啊，对吧？依法，即马台湾是这个叫做这个占领条例，美国占领条例啊。啊，当然咱就是爱去要求美国，啊，要怎要求？所以讲政治作深，深到人无讲保证，你唔知是唔知啦。吼、哦，要求有效无 ？No， 无效。你安怎要求？你安个飞都没有用，剩一项，行法律，依照法律，依照法理走法律，所以我们去控美，因为我们有去控美，所以才有今天的结果，你知道吗？我在2004年的时候开始控股，哦，那是控美股嘛，哈，到2008年的时阵，对不？有一遍，我去当阵做，咱有一个叫赢家办公室，我去看一篇报纸，哎，报纸肯定变搞遐尔，啊，我甲遐个，哎，结果迄个报纸都是有刊登美国要重返亚太，就是2008年的4月20号，伊讲要重返亚太，看看这两篇刊的《自由时报》的头一版哦。哦，也就是讲未来啊，这个美国吼、哦，这里、个、啊做这里、个、诶大使馆呢就会有战卫兵，而且是美军的战卫兵。哦，迄当时就看出来，我到迄当时感觉，哦，2008年就看啦啊，因为我接触台湾民政府是2013年啦、啊，对，即我算足早诶，2013年哦，我当接触诶是2008到2013就经过几年，经过五年啊，迄当阵嘛才讲听讲起尔，甲旧年才几个完工尔，吼、哦，啊，当然啥物，啥物出办？起几年呢？2008开始甲旧年才完成呢，啊，恁台湾人也无人去甲讨啊，啊，讨毋是今仔抗议，这个台湾话还叫完，诶，没有用。要怎样走法律？吼、哦，啊，咱台湾政府因为有惊这个法律，所以到2008、2009的时候，伊会判决落来，吼、哦，
真悲哀，就是台湾人无国籍，哦，台湾人无家己的政府，台湾人生活是政治的内敛，哎，真正会心疼。即摆重点是奴才奴隶做官是煞无感觉，台湾人啊，哎，属实啦，哎，哦，啊，即部分咱等下要讲啦吼，啊，所以，我甲你讲一个高手啊，加私下来讲一句啊吼，哎，啊，黄毛衫是因为台湾过去的名啊吼，为什么我不讲台湾？你知道台湾啥物无？美国的。为什么美国的？即摆含这台湾的对一个条约，台湾关系法嘛。台湾关系法既然伊就是美国的国内法，所以台湾这两字的名是美国说了算。你知道吗？所以我用这个红毛衫是过去啊，过去台湾叫红毛衫啊。啊，我伫二战的时候，迄当时是阁叫红毛衫。啊！但是二战后的时阵哦，美国那叫台湾，哈、啊，都变成一个台湾关系法，都是美国专用。台湾是美国专用的，哦，来美利坚在线，因为这块土地嘛，较早是四季分明，哦，四季分明。阮细汉的时拢清清楚楚，哎、欸，阮细汉啦，恁可能较少年啦，吼、哦，啊，咱啦，吼、哦，哎、欸，咱差不多啦，吼、哦，恁差不多这年龄，迄当阵哦，热天热一个。迄当阵热天上热无，几度你知影无？30度咯，拢足热个啦。啊，即摆拢热到38、39啊。你看差偌济哦？热天就是出轨啦吼，真清楚啦吼。迄阵在台湾吼，所以台湾是一个非常美丽之岛吼。啊，四季春包汤就是因为啊，即、這个美国伊就是要冲个两海，啊要冲个两海是伊需要移民来到三江，啊移民到三江呢来对付中国，啊台湾我伫即个。这个日本、中国啊，加这个，加都伫这亚太中心点啦，吼、哦，叫世纪争霸战。那么我相信呢，因为美国需要日本来到三江，所以美国一定有大礼，要有大礼啦，吼、哦。啊，大礼应当是来帮忙解决台湾问题，才是真正的大礼。来，大家看，好，来咱来看媒体，啊、哦，看媒体来了解一下。咱即摆讲好，既然台湾即个执政，啊，要安怎讲，要安怎看，吼、哦，因为执政的代志，吼、哦。我袂使把时间列出来。好啊，我美国是占领全国，对不对？啊，我来预计呢，2019年的几月啊，你们开始执政，够袂使呢？袂使啦，这种工程是大工程啦，哦，绝对袂使把时间列出来，一定甲差不多。你这间大建筑起好啊，按算差不多过几工会当来落成啊，迄时才公告，才开始发帖哦，你的亲友安尼有无？哦，所以台湾嘛，同款，台湾即块点台之前，美国已经布置啊差不多啊。哦，啊，要布置，除了美国以外，你来到三江以外咧，台湾要有台湾人愿意站出来配合。哦，啊，你唔知有这效果嘛？吼，来，咱来看下啊，吼，来，台湾民众举手出来，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哦，这是基本上哦，啊，咱若来台湾之后，啊，咱对这国际的事务要开始会当了解些啦，吼。以下18日在推特上宣布了，将于明天针对停摆僵局，啊，这南部边境危机发表重大啊，啊，这是川普啊，其实我要看你看这是川普目前所面对的困境，就是这个啊，因这个围墙的代志，哈、啊，围墙的代志。除了这项代志以外呢，川普的过去，伊所有讲要执行的政策，伊所有要通过的政策，几乎拢总通过。哦，只是这个目前还在困扰之中，哦，困扰之中，因为经过35天的政府关门，对不对？哈、哦，政府关门啊，即摆讲又开放，啊，开放偌久？讲2礼拜、三礼拜，3礼拜就是讲继续运作，啊，3礼拜呢，佫无解决，啊，佫继续关门安尼啦，吼、哦。所以我是讲，这个给大家了解，这是一个它的困难，吼、哦，它困难。但是我要讲伊，就是因为思考着作祟的，今仔日咱台湾。当然，真正为了恢复咱的国际地位的话，我认为它是我们啊会帮助到我们最大啊、哦，所以对他们要多一点点了解啊哈、哦。来，我们再看，好，过来，我感觉已经准备差不多啊，哦，看这样看，美国已经准备差不多啊，因国际就是安尼哦，准备差不多的时候，伊就放话、放风声，哦啊。伊若下决心的时候，伊讲的话吼，就出来吼，你知道无？面对联网政权挑战吼，啊，美国副总统同志不再做事，中国违反不再做事哦，我都无法度跟他谈啦，
啊，我一定要处理，这就是叫做最后通牒。那么最后通牒好讲完的时候，伊就开始派兵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啊，有无？因为军舰就伫台湾海峡，啊，伊有足侪所人咧动作，啊，因啊无，因伊未使先战嘛，伊只是布局尔，吼、哦，已经开始啊，看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彭斯已经讲两三摆啊，所以我认为这边应该是最后的通牒啦，吼、哦。哦，啊，这个是近期，这个是最近，哦，对，哦，这个咱看这时间，而且。一月十七日嘛吼，啊这个，哇，这个进前较进前，对吗？所以进前了半个月、一个月啊，吼，我两边来，我无甲摆好吼。来，李长春有讲哦，哦，美国总统彭斯伊讲哦，美国会充分维护与台湾的关系，哦，充分维护与台湾的关系，当然就台湾关系法的关系哦。但是又消极了，未来也将遵守自己的一中政策，听好哦。这这么清楚哦，讲到自己就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跟中国的一中原则没有关系啊、哦哦、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一中政策世界上呢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啊，就是现在在那一边那个中国啊、哦，不包含台湾，他们的一中政策呢，美国一中政策是不包含台湾，那么中国的一中原则呢，啊呢我的一个中国呢，我是包括台湾，啊都叫做一个一中原则，一个叫一中政策。哦，爱台湾的意义不赶快了，但是伊叫讲哦，遵守自己的一中政策，坚定支持与台湾有关的协议。个条约来，我请问，咱即马甲美国有啥物协议？目前，事实上吼、哦，基本上协议讲到天了，根本没有协议了。定台湾关系法有经过台湾的同意无？啊，那这个哪里算协议？那协议可能有一些其他那些小事啊。诶，咱看无个啦吼，不管啦吼，来过去这七十年来，中南北国甲台湾的条约有关的协议与条约，那条约甲台湾有关，甲台湾有关的七十年来刚好就是那边条约里面，其他也拢无啦。哦，啊，伊要遵守、坚定支持，就是他要依照国际法来处理他问题。所以这个威龙已经讲出来，表述都是目前都是如火如荼。等到如果不小心有什么样的这个小冲突啊，那有可能就宣布战争开始了、哦、但是人听讲，即摆战争是速战速决啦，哦，你尤其台湾这个土地上小点嘛，无什么好战的，哦，拢是空战、海战安尼解决啦，哈、哦，哎，我再讲，哦，啊，这个这嘛是最近的，哦，这最近的哈、哦，北京施压明显加大。美不排除再度派遣航母通过台湾看哦，那边看不出来出。美军施压明显加大，美国伊若要派航母出来，伊要讲一寡话互因的人民听，啊嘛要讲一寡互因所有诶政策决定这人听。啊，所以整体上这么熟悉啦，因为中国咧不断在研发新的航空母舰，中国咧不断在发展新的军事科技，有没有加大？有嘛？啊，既然咧，美国啊，要怎么样开始呢？一定要来好好的防卫第一岛链哦，第一岛链嘛，哈、哦，哎，通过台湾下来，美国国防部啊，这四日发布，这个这个月，今天个不顶个月哈，顶个四日发布啊，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解放军的军力啊现状啊做一个报告啊，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其实这是刚才多啊，彭斯讲的，其实因拢已经了嘛。正式在布局的了，哦，啊，当然时间一到吼，啊，可能就那不是整个他们这个中共那边嘛，整个共和，对不对？以后他不能再讲台湾怎么样，就是等都决定好，都免修剪修好了。哦，那不得已的话呢，就是啊，啊，布局好，准备开战，哦，啊，这个是最近我伫个迄个咱这个也是电视微底看吼，这个人吼。伊那个叫啥？方便啊！啊，他就是去中国哦，去经商，哦，经商。啊，结果呢，就啊，即摆别讲啦，就是因即摆规个中国迄边哦，因为中美贸易大战了吼，中国迄边哦，结束足济啊，算几千万间的店哦，拢结束啊，所以他也在其中的一家店哦，会等伊来遐作证啊，哦，在
这个节目哈、哦、来做证的啊，讲台湾人北京逐梦梦碎，四份工作啊，三家倒，第四间房顶多啊，活一天算一天的哈、哦，血泪告白哈、哦，这样哈、哦，这是目前，所以咱就要注意哦，中国这边的经济复杂这样的情况哦，随时都有怎么样动乱哈、哦，可能性哈、哦。好，过来啊！咱台湾政府呢，以这个一月一号的时阵哦，一月一号的时候，咱举办一个国际记者会，啊，国际记者会。啊，迄时哦，我这拢是我都讲一下哦。伫第二天一月二号、一月三号的时候，我就较紧找媒体哦，刊物哦，国际记者会嘛。结果看到美国刊了两家，日本刊了两家，嘿。啊，结果呢，我那时候想，我就。给他上网输入一些关键字，哎，我又找到一家，哦，搁找一间，有三间，美国那边，啊，日本两间，但是吼、哦，咱讲政治讲一个方面干嘛？我第一个时阵讲一句话，未来台湾政府这个国际记者一定会发酵，而且日本呢会比美国要更严重的多，迄当时才两间尔呢，结果即马吼已经超过三四十间以上啊。哦，啊，美国当然伊嘛无遐正经，因为美国因是占领全国吼，伊较袂花销。啊，日本哦，伊敢若有一个同理心嘛，因感觉啊，台湾嘛是足辛苦的啊。啊，台湾人即摆已经规国际记者会啊，哦，要诉求就是讲，这个 ROC 爱甲咱签这个和平条约终战协议啊。啊，当然伊不能诶，感觉讲对啊，这个时候应该是这样啊。所以伊这段时间伊嘛讲啊。啊，我们日本呢也要来怎么样？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叫做日台关系法？嘿，关系法哈，能讲，因为我们这个这样整体下来的了哈。OK， 过来哦，那个美国放弃抗辩，中华民国放弃抗辩的是我们在第二次抗美案的时候，2015年，我们在开第二次的抗美案哈。那么啊，人权案哈，然后呢，一直到这边的那个日期，啊，2015年的什么时候了？我这里准我这里准备出来哈。啊？是吧？哦，这个2017年2月3。不是可能三啊，看起来是三月还是七月啊？七月，拍摄，我在写表，我记得了，是7月31号了。哎，他们来承认，他们来放弃抗辩，就是讲我已经告过别人了。哦，由法院来判决哈、哦。那当然，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下，就是说啊，法院的判决啊，也都已经判决出来哈、哦，就是啊，台湾人的国籍呢啊，美国不能给我们国籍啊。联合国呢也不可以给我们国籍，只有一个国家可以给我们国籍，但是那个国家却不是这一次跟台湾民政府都是原告，因为这个原告只有台湾民政府，哦，那是法院的判决了，哦，啊，就是这里放弃抗辩了哈，哦，这里有关中华民国这个保文了，哦，这资料里面应该都有了 ，OK， 你看，好，这是咱的1月1号的国际记者会啊。哦啊，这不知道是哪一个新闻哈、啊？那个新闻，哎，焦点专栏的哈，登出来的哈 ，OK， 哎，好啊，这个啊，刚好这个本人就在这里啊，啊 ，OK， 啊，你看这个是1月7号的时候，你看有没有？这1月3号的时候才两家，到1月7号的保姆在上细边呢，哎，出来哈、啊，说花销，说这样，所以我来讲，现在还是继续在花销。哦啊、所以呢，台湾政府目前我们要准备了，因为日本不断的发酵，日本会把他们的意愿、把他们的想法也会跟美国连接，好、哦，也要让美国知道，让美国知道，我日本呢，我们啊、也他们日本要跟俄罗斯啊他们来签订以外呢，当然台湾这边呢，他们也认同啊，也认同哦，啊，这个会讲到有关台湾人民到底是日本跟日本什么关系啊、哦，这不在今天的。可能今天的话题我们没办法谈到了哈，基本上呢，台湾民政府啊，我们所带领的未来的台湾人，基本上就是头头讲嘛，是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就是惊你死死人。那现在日本人是什么？
现在日本人是天皇的国民，国民，所以我们更具有跟天皇是一致的，我们更具有代表性啊。OK， 好，这个杂志，我每次都来这边才想到我没有带来啊。这是美国官方杂志啊，官方杂志哈。那么我这个要让他看的是，这个杂志跟川普有很大的关联啊。川普一基本上他很多政策都是透过这个杂志发布。基本上川普如果在这个杂志上来发布呢，他就会去执行，他会去执行啊。来，我再看啊，这个杂志啊，政治高峰会 ，OK， 台湾政府全程赞助啊，这个杂志啊，那这个是，这个是啊。跟美国国家有关系，因为那个老鹰在那里了哈。我过来，台湾民政府呢，即将执政，因为我们现在跟美国有一个半官方关系，叫 TAC， 叫台美三会。一台美三会基本上国家跟国家政策都有关系，对不对？所以等同是半官方关系了哈。那台湾民政府呢，是原始的创始会员啊，创始会员啊。这是 TAC 哈，那么谈到这里。然后这个地方啊，我再追溯一下后面有没有哈？这个是有关啊，这个刚才这个 TACC 的台美三会哈，它里面这一篇文章里面，它有把台湾的五个重点呢，写在这里，我看看等一下可能会看得到啊。来啊，所以这个是第二十，第二十是什么时候？有没有看到？是十一月十。不是的，不是的，这个不是的。是11月31号跟12月1号啦，哎呀，以前搞的是纪律会啦，纪律会啦哈，这是第二十，我就在怎么样，我就上网去找，这就扯纪律会，伊叫我下，伊讲这是西班牙语中是百花之意啦，花瓣刚好六片，总重量18吨，每天会开会合哈，白天绽放，黄昏呢会关闭，那么一年当中有4天呢。也可以开几天呢？对，4天就是5月2号，因为国庆日9月11日、12月14日哈，这4天因就是迄个，吼，这就是啊，过年啦吼，对啊，吼，因为这就同个意思啦吼。好，我想讲，这爱互大家稍微看咧，所以我有甲翻译，我唔知有没有写在这里。我来看一下，2018年的20国元首高峰会，于11月30日到12月1日啊。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边哈举办的哈，哎，这个是去参加这大宴会哈，这是习近平哈，安倍总统哈 ，OK， 好，咱这边看这本杂志哈，120，它到底是什么我为了让大家能够稍微清楚一点，它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我先把它稍微翻译一下哈，翻译一下，让大家看哈。一部分、两部分、三部分、4部分、5部分哦，好了，就是这是左上方这部分哦，这对照下来呢 ，G20 领导人高管谈话系列哦，就是 G20 这领导人他们的谈话的系列了哈、他们的这些领导人的他们怎么样谈话了哈、来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的2018年啊、是到这里啊、到这里了哈。一直到2018年11月30日到12月1号的晋江啊，20后来领导者啊，这里领导者高峰会啊，10年的周年纪念发行啊，这里是右上角的部分啊，过来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到底是哪一个角啊？这个是没有，刚才那是左上角，抱歉啊，刚才这个才是右上角啊，右上角要怎样啊？啊，这样。这里啊，这里啊 ，OK， 好，一家下上面再加啊，来，这个是装了翻过来哈，内部20、20啦哈，你就是讲它里面这里讲的内容啦哈，以内部内部过来哈，来特殊的特征，可持续性和经济繁荣数字化道路这里就是城市20，城市外交这里。就是青年20管理工作未来，我跟你讲吼，所以他这本书内底足重要，很注重的是年轻人的未来，
啊、哦、啊，很注重的是什么呀？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啊、哦，经济路啊、哦，啊，这什么可什么特征可持续经这种什么发展的部分了、啊、哈、哦，好嘞，大这大一仔的话，你们知影啥？啊，这是右下角啊、哦，这标题这大新黄金发展标准哈、哦，这就是谈论这有关黄金的事情，所以黄金我看在未来是很重要的了哈、哦，重要的哈、哦，往下看。好、哦，这里上下面，上下面了哈。前面的第六十杂志提供给谁了？啊、哦、啊、哦，给这个啊、这个代表，与会的代表啊，贵宾，还有外交官，还有世界级的领袖，可能啊。好、哦哦，那么这个是也是右下角那边哈、哦。啊，在六个广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纪念碑了。啊、哦，这个也方便，哦，大家了解的哈、哦。啊，我大家了解就是哪？重点内容所刊的跟台湾有关的无，吼、哦，这较重要吼、哦。啊，这是目录，目录内，啊，伊目录内底有三个彩色图片，我跟你讲，这个是他们非常注重的，所以把目录把它怎么彩图片化，哦，这个是未来的年轻人，有没有？这是年轻人，这个呢有关系到妇女，哎，讲到妇女的部分，所以他们就很注重。啊，这个不行，我忘记了，好不好？哦，大致上这样，但是我要让他看着台湾的政治，就看着在好像这个位置，台湾西方的在这里啊、哦。等一下，我们再放大来看啊、哦。啊，这是他们的编辑的啊的那个他讲的，我没有办法秀给大家看，时间的关系。好、哦，谈到这个，这里保温暖，来看看哒，在这里，台湾西方的，敢来摆你掏钱？不行。哎，哦，来掏钱，你二十一就掏钱嘞。好、哦，这个你非常注重。而且上要重要诶，把台湾民众顶起来顶四爷，其他所有诶上要重要有，头讲黄金诶，咱两件尔，啊各国的领袖拢一件尔，单单就是把台湾民众顶死啊，连这全球 G20 都对台湾民众这么注重，而且有一个重点，G20内底有一个国家叫啥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你看都没有听到他们反对有没有？弄点点对吧？来了解意思了，哎，他也没有办法了，他也没辙了，那意思了哈。所以让台湾政府看在这里啊 ，OK。好，所以啊，谈到公开吼，大致上就是啊，我们台湾政府呢啊，在整个跟媒体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到台湾政府跟执政呢啊非常有关系。那么另外一边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哦，无缝接轨即将成真啊！我为什么写无缝接轨即将成真？你知道吗？原来政治是安尼，我较早拢唔知影。咱较早感觉政治就政治，吼、哦。但是我呾甲即摆呾政治，当时也无遐尼单纯。美国这边暗算甲台湾的权利来转予台湾政府，做台湾政府是伊用一个政策叫做无缝接轨。为啥物我讲即句话？我安尼讲你知影？我一边去问秘书长，问咱的总领导人，我甲问讲。很奇怪，啊，那无缝接轨，我报告秘书长，这个是你自己编的还是？这当然嘛，美国讲的，伊唔是讲，伊讲哦，唔啦四字啦，我讲八字啦，哎呀，四字是伊个咧想啦，所以讲足清楚，伊讲唔啦这四字还佫八字啦，我讲八字还佫四字啦，哎，四字我嘛一个想，想好想袂起来，伊讲这无缝接轨，啊，另外四字啥物？你看，不是即将成真啦，这是我编的啦，哎、欸，啊，因为无缝接轨吼，啊，这和平转移啦，伊讲是八字啦，唔是四字啦，啊，我讲唔四字，底下，哦，有只我后面了解代志，我拢谈的，因为我直接甲问，有诶，较牵涉到秘密，袂使讲啊，哦，我拢谈的，啊谈的，伊都无防，你知影，伊都讲出来咧，嘿、欸。诶，像这里也是，我有一挂会甲问，啊，一挂吼我用观察来，有往这位接着了政策，我甲你讲哦，如果美国来讲，啊来我的政策叫做有往这位，伊是甲，比如你讲啊，叫比如法国，真正意义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反正比如嘛无想遐济，啊我这吼可能咧，拢咧搞想乱想，然后我都想足济，我讲这有往这位。啊，这是什么意思？结果吼，比如讲，唔怕主动，来，我现在帮你们上课，什么叫无缝接轨？你们去听，比如讲，
甲你上有风吹袂吗？但是我知影这足重要，啊，毋知要咧，所以我吼就先甲你编一个课程，编一个课程，我嘛来在中央在上课，吼，我就我的课程就是，好像是无缝接轨嘛，我袂记得吼，我有编这个课程的吼，来，我大家了解到底是讲什么部分吼，就这东西跟无缝接轨都有关系哈，接着他都爱细牙，我讲细牙，这其中的两牙，啊，其中两牙哈，啊，这是我的名，这是我签字啊，落翕相的哈，这不是。我不肯离啊！哈，啊，头来迄两牙，啊，甲这两牙，哦，这两牙就是这几牙，这几牙，哦，头来这两牙，四牙，哦，对不对？哦，四牙，那么重点这牙头来有看到伫 TACC 这就有顶出来嘛？哦，啊，这边搁顶出来，伫肌肉线顶出来，啊，顶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就把它，啊，把它翻译出来，啊，就是这部分，这部分哦，我就把它翻译出来，大家来看，来，这里是啊。伊讲台湾咧是第十大诶贸易商品贸易伙伴，总交易额是遮诶，啊，过来伊讲台湾咧是第十一里面第十一大的经济体，第四最大，啊，第十一大十一啦，啊这吼，因为吼，吼我甲你讲吼，我字拢肯定用拍啦，我即摆吼已经即个速度，我叫人拍字拢无错，我讲一个小故事，听我即两天吼。有写开始写那个吴亦凌事件吼，啊我吼可能准备要把它，比如嘛写出，我怀疑顶个写到一本书，啊我吼无时间，你知影吼，因为太忙了，我要有点生意对嘛吼，啊要来中央很忙，结果你知我安怎家己写出，我写上无超过2000字，我嘛顶个天，我手机内底有你台看，哎，啊我安怎写呢？我再写上爱运动一下，找时间运动啊，啊我去散步啊。啊，哪散步，哪能写，啊，哪写，袂使用拍字啊，拢用嘴念的，我写出几两千字，迄拢爱编的，毋是讲家念就好啊，有诶爱修改啊，哎呀，哦，这就是迄类吼，所以即个是用念啊，这念的是你怎啊拍出来，十一，哈哈，我结果拢无去甲改啦，十一，对吧？十一，过来。来，2016年，无啦，我都无为着赶要较紧来甲大家上课，我伫第二教室上课，你知影吼？因咱遮集训啊，啊，我都无闲，啊，无闲个时，我想讲，后日就袂使，这个也做集训，就要结束啊吼。啊，我做单个职务，我拢无上台呢，因为我吼，拢甲机会予咱遮其他个讲师。我想我嘛讲一下啦，我讲一下要讲啥物，我想较有意义个，较有意义个啥物？啊，这本书都多落来一礼拜尔，还阁烧烧哩，你知影吼？我著紧甲翻译，你若要爱我，当传互你，我当传互你啦吼。来，这写啥物？就写遮。2016年呢，与澳门28国，应该28国吼之间的贸易额达到吼，这数量。这里，2016年呢，与台湾的服务贸易总额，这是美国跟台湾的贸易总额。咱来看吼，就是台湾甲美国哈。所表现出来，啊，伊若定伫遮，啊，若安尼，互恁大家看，恁就看吼。啊，若无啦，讲像安尼时喏，恁就无爱看，对无？啊，等恁惊起来，吼。啊，若翻出来时喏，啊，当然来加减看卖咧。啊，其实我诶，反正资料内底吼，这拢有，啊，这拢总有翻，吼，包括这拢有翻，啊，这拢有总翻，啊，拢总有翻啦，吼。啊，可能你若要爱我，甲我诶赖伫爱连做伙，我才有通传互你。好吧，因为秘书长有叫啊，传给同心啦，吼、哦。啊，我较即马都有一个爱修改，我无修改。然后像这我都，不是啊，这个我都改会修改对不对？OK， 好，大家散会啦。这个你看一遍吼，这咱办公关系，啊，你咪当家己各位，你呐有你做生意的，有做事业，你想要把你的物件销给美国，还是要美国进口物件台湾哦？你可以加入。成为他们的会员，啊，你成为会员，你会得到很多的资讯，对不对？那未来呢，又有可能对你特别的优待，也不一定啦，哈、哦。过来用个人，啊，过来用企业，我告诉各位呢，啊，我有用企业啊，来已经来加入了，哦。那我最近呢，我要用个人的，我个人呢，我要再加入一次，啊，你了，哈、哦。好，啊，讲这么多，啊，让大家了解哈，啊，咱即马过来讲台湾的部分，哈、哦。
伫台湾，你知影伫台湾，诶，中华民国台湾国家久啊，中华民国是你们政府啊，我接无发出来，我甲蔡英文你讲迄句话吼，放出来大家听，吼、哦，清清楚楚。蔡英文伫嘛，刚伫二几年的时阵吼，迄当阵要选总统，啊选，迄当阵吼，伊就讲啊，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啊，哦，啊2012吼，对，因为我嘛都是讲，刚刚2012，叫互你讲出来，哈哈，系啊，哦，2012年。哎，伊拉讲流亡政府，啊，我即摆吼拢用迄吼，即摆要出游行，我拢听人讲，哎，啊，再讲，就讲中华民国就是流亡政府嘛，哎对嘛吼，这都拢因讲的啦吼，啊，所以因哦，伊即摆知影代志大条，迄当阵伊讲一句话，永远都甲笑了，哎，咱即摆拢讲靠用靠音机出来放了，嘿，哦，啊，即摆吼，伊即摆吼拢准备拢安那，伊即摆就国民党参民进党吼，因即摆拢用中华民国的壳签伫身躯。哦，啊，即个问题来啊！伊想本来吼，蔡文是讲要用台湾的壳签了的啊。哦，伊是中华民国的人，爱要把台湾签对身躯。结果伊是去东京，要申请嘞，把这奥运要更名吼，讲要更名到台湾，伊本来是用中华台北，但是呢，东京奥运的不许他更名，哎，未使更名嘛。因为你流亡政府就流亡政府，你用台湾是什么？台湾是地名。你参加这个世界级的运动会，无人用地名去参加啦。哦，一定是用政府的名嘛。哦，啊，政府的名，你目前这台湾都还阁不是政府嘛，所以应该等于中华台北，哦，中华台北。啊，即摆若要参加有一个单位，听我用政府一个政府，中华台湾是对一个政府，台湾民政府对晒啊，哦。所以台湾呢，台湾民众呢跟国际接轨，也是因为台湾啊民众是一个合法啊的一个啊一个美国所承认的在台湾的一个政府啊，叫台湾民政府了哈 啊所以 ROC 中华民国的基本上等于就是中华台北了啊，这个是要下架，因为到即摆时来看起来哪有咧叮当，但是无解清楚为啥物美国的政策。什么政策？无缝接轨，哈哈哈！啊，系啊，迄拢是，诶，迄种老干的咧，无缝接轨哦，听讲头一句诶。啊，恁台湾人若愈支持，啊，发展的路线愈行，我来愈紧。嘿，啊，恁若拢唔行，啊，我嘛歹行。你知影，咱行一步，伊嘛进一步。哦，所以咱无能够，咱就徛出来，安尼啦，哈 ，OK， 哦。接下来要跟大家报告，这川普哦，对他我太有印象了啊！这要制造让美国呢再次伟大。我跟你讲，我为什么特别有印象？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无啊，我头壳所想的，甲伊所做，我可能袂同款，所以我做有印象的，我足欣赏伊的，因为我今日在台湾民政府，我徛到遮，伊拢一直坚持，是为什么呀？我要执行一个使命，你听到没？有使命嘛？使命是什么？我要公平正义嘛？哦，结果川普是不是在追求公平正义？而且他让美国再次伟大，一定要怎么样做到公平正义？如果你今天不做到公平正义，等于是怎么样？不可能让美国再伟大，也能够再纵容一些恶势力嘛？哦，纵容恶势力就不可能再伟大。川普今天他为什么来选总统？伊今年七十一岁嘛，你要在伊四十岁时阵，他就侃侃而谈有关美国的政策。伊当时他就很讨厌什么？美国对某些国家呢不断的输送利益，给他们好处的。好、哦，你看今天中国之所以起来挑战美国，也是因为美国政府太软弱，所以呢不断的放送很多好的好的这个。这里资讯呐，吼怎么样啊？来协助啊，这里中共，所以让中共伟大。今晚有会吼，我告诉你哦，真的是非常辛苦了，我赶快来不及了。而且我告诉你，是谁开始坚持要执行啊？因为他是用他的良心，用他的使命来担任总统，而不是为了利益，所以他会做啊，他会设法做得到啊。所以这个是我对他的一个感觉哈。第一个呢，他对上帝，啊、哦，有遵守上帝的啊，过、哦、来公平正义，啊、哦，也是因为他要执行公平正义，所有对美国不利的，啊、哦，他都怎么样，一定要去制止。那
那一样的，你今天对美国不利，你要自主；美国对别的地方、对别的国家不利的，他要不要去自主？也是要自主，这才叫公平正义嘛。也唯有公平正义事情，才能够让美国再一次伟大。所以这是我对川普大帝哈，我称他叫川普大帝哈，我对他的一个特别的感觉的哈。啊，这是伊朗针，伊朗针，你也成立承认哈，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外攻坚持没有，大家了解。以色列呢，他们这个法案呢，美国在美国他们已经通过，未来他们要去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但是已经经过十年了，过去的总统都不敢去直接去跳出来承认。一样，今天台湾民政府呢，台湾呢的国际地位也早就有在整个历史档案里面清清楚楚，但是因为过去他们可能是模糊政策，所以他们过去的领导人都不敢讲，都不愿意出来承认。但是我刚才讲到川普他是什么，维护公平正义，所以他一定要做好这件事情。如果今天川普先生他这样的公平正义都不愿意做，我相信他也不会很伟大，美国也很难再伟大了。哦，我希望说个这些话，川普有机会听到，好不好？你看啊，所以你看，伊朗他宣布以后，哦，就几块钱穆斯林的伊朗哦，巴勒斯坦的哦，伊就说哦，在焚烧美国的那边，跟川普的这里、個、也这里的哈、哦，结果呢，对他这次的决定有没有作用？没有作用，所以你看整个事情就落幕了。所以一样，今天呢，他只要依照整个国际法来承认台湾。啊，都应该有的地位，我相信呢。虽然中共叫嚣了哈，但是呢，也会跟这一样，也会落幕的，因为必须依法行事啊。OK， 好、啊，这杂志了哈，啊，就是这本啊，这边我买了五，为什么？因为我都要买。你知道哈，我买这杂志哈，一开始我买过联合国期刊，只不能一万块币。哦、啊，你有买吗？我跟你讲，我好大本拢买，一本拢5000-10000呢。啊，我前两晚你买，其实伊个成本是在5000-10000以上啊，对不？你整个台面如果把它放在这个里面，黑企业开偌济钱呢？但是咱们无开钱，都是帮我们刊登啊，只是杂志寄杂志过来，让他付文费，所以我们一本用来跟他买，很便宜啊，而且意义重大啊，对不对？所以。我到即摆已经几十本以上啊，开可能嘛唔知几，这个可能1-10万都有啦，哎呀，好，站好了哈、哦，这个跟国际接轨两年来走过时机好啊，秀台湾民政府经过这一段时间阿拉帕表，啊、哦，都写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最近哦，在整个编辑整个啊，这里台湾的这里历史啊、哦，都会进来哈。哦变成台湾的未来的历史的一部分了哈、哦，跟国际接轨哈，你们说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先到这里，谢谢。你这个部分我都有参与的，所以我看有参与来讲较小心啦，我不是在教书的哈，我讲一寡这里。我都去年去美国去年前年都去了4趟，每一趟都要花差不多20几万，每个月开一百。现在还好，起码去欧洲都还开网站，我爱订回去旅游的，别人搞的时候，因为那里中央搞不起啊，搞不起税收啊，啊所以哦，都拢啊重新哦，这边来当地的哦，大家好，铁路出去过。你若要去咪使，我都去失败，头一摆去锻炼白宫前面那一栋，距离白宫大概是，我讲那相当500公尺，那就很近了啊。啊，一栋吼，就是过去一挂一个世界级的领袖啊，上面去美国去开会，拢都去锻炼。啊，我去到伊遐伊个会议室啊，啊，我头一遍去开会时，我甲伊讲，我有甲啥物人开过会啊，有侪人了负累者，你欲甲伊开会哪会简单？结果呢，他可能是有任何来往，哦，啊，那一次跟我们跟他谈的有点不欢。
互动的啊，有故意无我不知啦，伊是互动的，人伊是家己啦，了解无？啊，所以咱迄边有一个，咱即撮人有一个同心讲的，讲要较贵一丝啊。伊讲，这样，甲你讲，伊讲，啊，你们是不是台湾关系要对把它结束掉？结果伊才不会是天兵哦，这不会是天兵，够海阔海阔啦。伊的兵哦，一撮表情拢无，那边角度，哎，即个我甲伊讲就是安尼，点点点啊，啊听回答，干呐讲，讲查考啦，查考来讲查考，感觉都袂歹。我讲，讲歹这个死人讲的，就只个啊，有几个点点啊，面色啊，白白啊咧，哦，啊，结果因为咱的同事一个讲了较贵，较贵头输啊，讲台湾关系要输对方结束的，哎，这是伊内政呢，台湾关系要是呢国内化呢，啊，你叫人打开国内化结束掉，你算什么？你算哪一根葱啊？那只是说是不是可以啊？我讲明了。当然用问的啊，伊毋是讲输可以啦，伊是讲，因为应该甲把台湾关系要结束掉。应该啊。啊，这个吼，你知嘛？迄个，咱毋是甲讲有没有机会啦，安怎吼？啊，你知普瑞怎样回答无？这个。你讲我不可能。不可能。啊，因为不会分的，有点对这东西小小的处罚。所以要代表出去哦，要作主意的啦，不然就会引起哦，不要讲，所以减讲好啊。所以今天拢会机会碰到很多情况，我们跟那个什么脱领袖，所以很难哦。脱领袖叫 flash， 也搞迄个脱领袖，你要参与见面，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对无？我去参加伊的酒会，一般的。伊多伫我去的是，伊去美国嘛，嘛是第一间，迄是阮第二遍去参加咧，迄个做川普的就是典礼，啊嘛是伫阮大一间，啊但我咧并无住遐，啊伊是第一间的楼顶开酒会，诶不要开酒会，啊我参与伊，拢到几点有，诶拢到有四个人参与开个会啦，去参加伊的酒会。叫 Flash， 都领袖咧做，也是欧洲做名人啊。啊，川普甲伊真好，川普甲当作伊是英雄。嗯。伊认讲伊话落去，伫欧洲个所有推广吼，因川普对于迄种，即马个世界作一结盟吼，川普拢反对。伊拢对美国来讲拢无帮助，拢有，都是美国个付出啦。所以伊对迄种拢真无。所以感觉讲，哦，啊，你这里 flash， 嘿，一支嘞，哎，一个。所以我记啊，你讲我讲康威啥？康威。对啊，哎，我们在开酒会的时候，哎，你有留意啊？伊讲哦，你来看。这么重要的政治人物，咱开酒会去两摆。伊，我们在差不多下午差不多3点左右开始的时候，一开幕的时候来，啊了的时候吼，要匆匆忙忙去赶另外一场的，也会议所以我不在。好，经过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又赶回来，另外对两组。而且有邀请古人，啊，邀请古人就是未来他们都应该执政，他邀请古人啊担任亚太地区的物理会重要的一员，职务我唔知啦，所以这就是讲布局啦，我有滴布局，有往前，啊你打我做好，啊做好啊，即个因为这个国会来报告嘛，哦，报告做好。我都好了，整个资料在这里。哦，啊，川普当然团队也了解看，啊，川普会看，我看伊嘛会，我看伊嘛会看伊啦。哦，啊团，哎呀，咱俩讲 OK， 啊川普。
机会无？有机会看川普能够越快越好来参与。我无时间，我听你讲要接政治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啊，台湾的 ROC 只不过是他授权在台湾管理的，我这边讲，伊这边叫看管单位，看管的尔啦，对不对？伊基本上资格嘛无，哦，伊到底政府啊，哦，伊就是看管单位，哦，啊，这里啊就这个看管单位，那政府说结束就结束了，基本上通知嘛，要甲通知。你在看画画？要解散，不是看画画。结束了，结束了，要结束。因为必须要有你的命令团，因为哎，原本你就是来这代替管理的，代替美国来管理的。哦，啊，代替美国管理，你即摆好啊，我主人要回来，你敢要搁去坐位？对，剩落你要做啥？爱把你的物件爱交接，爱交交出来。所以，问题讲，遐干嘛？有问题。你大头家，啊，你请一个新罗，啊，伊叫你走，啊，你唔走。走。好啊，无你就不走，来签收。你这下来，你甲我赔偌济？我来讲，伫台湾人民所有的钱，这拢是你个人管理。啊！你无形中你就偷偷了了，我话你算了，做家财你，你个唔够我。所以，一定会算啊！啊，我以前会算啊，以前录音的七条，所以我讲，安倍已经连续蔡英文要清算的，必须要还给。伊即马是 ROC 会去甲美国，会去啊，这个泡妖啊，对哇？你叫我管理啊，即马伊要甲我审查，要安怎对哇？叫美国来到处理，啊，所以美国还据说啦，有暂时甲冻掉，暂时还不能去清算，啊，当时要清算吼，哦，所以当时要清算，就是要签中断协议签的。我看是安尼啦，你叫伊去外国个吼，要对外对外国有面目，一面册去甲查封个，吼，啊，若无伊若可以出去吼，无啥物事。但是你啊，要用岛内所有资产拢会当个冻结。哦，你像即摆，你像个台糖个土地遐块，个歹势拢是伊个，伊拢总爱交包出来，伊拢爱避免来政府个。但是哈，伊回事是安，啊，因迄个因对各位党是用压的，对啊，咩啊，上面叫阿飞啊，伊吼他最近在做，你身为这个领导呢，你就不应该做这种事情，这是违法之前嘛，你这个事情嘛，对吧？你既然无，你只要只啊，甲交一类。高一块是咩啊？就是急难救助中心啊，什么你个高出来，其他大家对伊拢啊那感恩的啊。你啊就是你是我无多开吗？无开。开一年时间。啊，这个报告唔是一年时间，我讲是做人的基本，你的信念，就是创造一个公平正义，对吧？伊啊，你若叫公平正义。迄种钱，我本人阿妈来就是袂使啊，本来是袂使我钱啊。啊，你政府给伊的钱，你若搞咧做伊种不当的享受，当然更加侪无啦，不当的享受。啊，似乎最近有咧讲，超过两万的那些跑来跑去的跑买办呐、啊，得利益者啊，啊，你有制定最近出来讲话，第二件，前似乎处长。所以咱讲真个吼，像以咱这个人民高层，咱台湾人高层，咱个思考啦，
民进党遮根本拢是利益团体，不包括伫海外发炮嘛是利益团体，因都甲台湾人收遐济钱，讲了说为台湾独立、台湾建国无发炮，有吗？有吗？是咱在台底啊，逐年拢要捡钱。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伊讲伊逐年拢是要甲伊叫伊捐钱。啊，所以讲选总统，个人动无法，民进党三百万，二级拢讲钱，因为迄个贵族在选，一般老百姓哪里是享受到这种民主制度？无啊。你看哦，即个咱若想要变到国际好势，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啊，人民的生活是。买啊，咁对。诶，咱诶基层哦，我讲基层，官层高，官层高者，伊要哪算？伊无好算啊。基层诶薪水收入平均啊，加上平均啊，无甲两万啊，加上平均就啥物啊？无上班拢爱算起来嘛，叫加上平均嘛。为啥无甲两万？最简单诶啊！你像我家己诶啊做诶事业，诶我薪水。要发超过两万，那我困难嘞，是不是安尼？啊，我家己一个月能摕偌济？算算来，我平均至少两万，啊，我已经算伫我个行业内底，我算已经高收入了。啊，无伊最近什么十五万起，你安怎不安怎？你才到了国内一套。林佳龙参德国一个艺人公司，竟然签一千亿嘞，哎无啊？收下嘛，比国民党搁较。搁澳洲搁较严重。这几年啊，地价甲咧创关团，啊，迄落，啊，你若变卖，40%是政府的。你看你话这個。啊，这吼、個哦，这个小的省，不是啦，哎，啊，二省嘛，小省，战争罪是永远追溯。来，继续吼，来看左个的部分啦吼。这我拢大约拢参与，哦，像这场我嘛去，哦，啊，他们总是伫伊个这里做高峰会议，高峰会议内底啊一个单位，哦，像这叫盖洛普有没有？哦，这是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哦，这是叫做外交信使杂志，哦，这拢是足重要的单位，啊，咱台湾政府伫内底。啊，台湾政府伫个遮，你知道，做无简单个，用足济办法入来，但是重点还有一项，爱合法个单位。但是如果讲伫台湾个 ROC 个所谓合，对 ROC 来讲合法，但对全球来讲不合法，所以因任何一间拢袂当入来，台湾政府可以进来。这个我亲自在啊他们的那个饭店拿到的报纸，这电视我家己翕的，哦，我安尼看皮甲咧尖了，食安尼条光光咧翕，叫翕一个吼，伤水气，说看我这是报纸，哈哈哈哈哈，伤水气，看我这是报纸哈，啊，重点是当面照的，当三面也都见所谓，如果你这人是海外的单位，我问你，请问 ISIS？ISIS 会当参加阿面顶用的吗？当然嘛袂使，哦，足清楚嘛，所以阿面顶的合法性嘛吼。哦啊，这里这啊孔科迪啊吼，啊我嘛去参加，我参加我要正式甲大家讲，因为我有去参加，结果咱的公安公司足够的，甲咱安排伫左道的靠近左道，啊所有的贵宾若要来，要起来。要起来，这个面顶吼，这个讲话的吼，论坛的吼，我会经过走道。啊，即马咱的公安公司都伫遐等。啊，看到一个人吼，有名有姓的吼，来个就啊介绍，就是介绍咱古里，你知道？所以，迄边有登了一个作证来，就是美国的叫做呢 CIA 头头，哎，啊有跟夫人拍照，但是迄拍照照片不能拿出来。因为伊是正官员嘛，啊，台湾民政还无正式，还没有正式嘛，吼、哦、，OK， 哦，啊，这外交新闻杂志，我要讲，听我大家看，伊讲台湾民政官刊伫这外交新闻杂志内底，
哦，啊，伊这有全球的目标，哦，这全球的目标哦，这外交信使杂志哦，外交信使杂志，原来外交信使杂志就是较早古早时代，这个国家啊派一个特派去迄个国家，啊，迄个叫机密文件啊，有无？啊，所以伊若这样挂一个牌啊，讲我是外交信使，所有的警察、所有的酒店拢不得出使。迄就是叫做因过去的秘书，因为迄秘书你看到迄秘书拢有迄通关的证明，你就袂再甲当了对啦。哦，而且外交信使呢，为了在整个国际上有立法，哦，任何国家一碰到外交信使，你不得搜身，不得阻碍，安尼就对啦。哦，这是法律的哦，这是法律的哦。哦，那台湾民众呢，就刊载在这一本杂志里面，因为这本杂志是联合国的重要杂志。所以它是发行到全球，所以发行就是有用寄，哦，什么用商我都唔知啦吼，但是拢总寄出去，吼，哦。啊，我头一摆摕这张，摕这本的时候，我超欢喜，安怎你知道？我就去参加他带迄个孔科迪来，啊，结果的时候，我都无摕到这本，啊，我就伫遐，结果的时候，有个人一挂贵宾来，爱就走，我想，哟，啊，这杂志刊登，我唔知我旁边会怎啊？台湾民政府竟然登载在里面呐！啊，迄当阵咱竟然无摕一本，阮去遐观光无摕阮，啊，到阮回来了，伊先讲我毋来寄三百本来，就来，嘿，就是把台湾民政府刊在里面，刊在哪？伫遮，这其中一项，哦，第十一大经济体，你看台湾的问题，啊，台湾所拄到的困难，哦，这联合国到现在没有承认台湾，哦，啊，台湾的护照，啊，所有全球呢，你看 all country 嘛。哦，他们啊不接不承认，全世界并无一个国家承认啊，即马所有护照，啊咱不承认，谁会当入去？嗯，啊，当入去了，只消费啊，我当互你入来啊，你知影？啊，你这重点是你的证件无不合法，安尼，哦，你写到足清楚，哦，啊，这个部分就是咧，没有啊承认的政府，啊，没有被承认的政府。就是台湾这个所在，啊，所以这個意思讲，啊，台湾既然这呢经济这强，哦，啊，人民2300万啊，有要做一工课，啊，咱呢，赶快呢让怎么样？台湾民政府呢能够真正被联合国来承认，哦，这点文哈，啊，重点是讲，啊，台湾民政府在讲，你基本这条杂志，啊，台湾民政府看得到，所以全球的领袖都会看得到哈。哦，这一段内容，你看嘛，都甲咱牵三四啊呢，咱特别拢看出感动吼，像这本头仔本杂志，都甲咱牵一啊，名三页，哦，接续甲咱牵三页啦吼，哦，啊，伊个标题有遮，哦，标题有遮吼，嗯，可以看一下伊个标题，哦，意思讲，他这内容内个高官的这个，啊，这个主持人吼，伊讲啊。如果我刚刚有命令的，你讲，联合国，我告诉你啦，你要承认哦，具有主权的台湾的时候了，而且你要接受哦几十年的人权侵犯了，啊，这个是这里啊，这秘啊，他就直接在这么重要的杂志就直接在呼吁联合国人你要承认台湾的时候了，啊，这个是联合国会议啊，我可能有在参加，我无检查一摆。欸，我站在夫人的后面啊，这两位是我们台湾政府的成员啊，对，okay ，啊，就这张啊，对，okay。欸，你哦，欸，这人的变化这么大呢？去年前年都无法最收啊，即摆规个好垃圾，哈哈哈，啊，变化这么大啊，啊，事实上呢，他对我们台湾政府帮忙太大，啊，我拢借这机会哦，是说。其实他放这里，我认为他的身份太高，高到连川普都必须尊重他。为什么太高？要知道原因呢？啊，2020这里有写哈，就是这张，这张是写2016年，我们2016年的时候，2016，哎呀，啊，3月15号。这是因为美国因为法务部啊，因为这安全署啊，公布出来啊，为什么要公布这张？
对啊，重点是他都要你哦，去有迄个能力啊。伊做代志拢做会到，所以把伊在世界做到一遍哦。伫圆周伊咧比，你讲啊，今年下半年哦，啊，这个关公司要帮我做些什么事？这样讲，叫我尾啊，甲算下，打拢做到够。无一个政治的能力有遮强的啦，包括连川普都不敢他能够做到这样子，为什么他可以做得到？所以我认为他是美国帝国的一个重要成员，帝国。哦，既然美国是民主国家对吧？民主国家上面还有帝国，他是帝国重要成员，所以伊讲要做啥，上面拢做得到。哦，啊无那我效益较好嘞，哦，这个不敢想啊。这里三月十五号，你四月二十八号才公告，选择在四月二十八号。为什么选择在四月二十八号公告？重要的议题都要选择重要的日子。哦，四月二十八号就是1952年四月二十八，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日。条纲算一纲，3月12、3月15都已经出来了呢。啊，你也知呢。他拄啊，这物哦，伊是二月才打电话来咱台湾政府的。伊甲别人讲，啊，我是美国的这个一家公关公司，啊，我来帮助你们好不好？啊，秘书长当然说好啊，那会到三江东嘛，好啊，对不？哦，啊，结果是哦，二月讲好，3月17号都甲这办好啊，而且是大代志呢。啊，所以我伫迄个文宣内底我有讲。美国的法律上呢，已经怎么样承认条约政府，但是你的国务还没有正式怎样？啊，法律上承认较重要啊，哦，啊，过来就是大名，但你的国务院的承认人，哦，那怎样？哎，因为他有这张公告，才有这个出现，才可以。你这样，你头拄仔公告出来嘛？你台湾因为是国民国所认同一个合法政府，而且对不对？伫我所占领的台湾呢，哦，占领的台湾呢，所成立一个，而且他要尊重我们呢，啊，因为我是依法成立，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成立的，所以连美国都尊敬我们，都怎么样，都支持我们呢，啊，哦，哦，啊，对，4月18这是5月7对吧？因为 G7 一个月尔，哦，遐搞哦，啊，4月18就公布出来尔。啊，经过一个月，咱的物件就一直来底啊，迄种早就作业，哦，对吧？早就作业好，啊，就开始跑跑跳跳去，啊，当伊讲出来时阵，就已经去做啊。就即摆啊，川普啦，三月先，伊是谈嘛布置好啊，你知道？哦，即摆是叫无缝接轨，拢在进行中，这嘛算其中的一项就对啦，哈。哦，这来这边，甲咱牵，就是他都爱 A G 线的，你看。台湾是咱的清清楚楚，哎，条高一秀出来，哦，咱们全球的领袖可以看得到的啊，G20啊也登了台湾政府啊，哦，再来接着是五月三号就是2017年啊，啊，哦，5月3号，哎，我们去在华盛顿办场酒会。啊，这里照这里角度去了，我为什么没有把民众都拍出来？这民众摆几个椅写在这边，啊，全场哦，与那个附近公交老人间，然后呢，全场是大家拢静静啊听，哦，啊，结果他们呢，因为公安公司讲，他们美国在做这种布达哦，几乎无遮静的，可能我们就是很重大哦，所以你讲是所有的美国人大家拢往静落来，哦，静落来听就对了哈。哦，啊，这空位，啊，空位，迄天呢参加两摆，就是迄天啦，吼，酒会这天，哎，他前头来了两次，哎，比较有可能在排队，啊，啊，这川普永远都会尊敬他，为什么？因为川普在要选举的时候，面对什么？这媒体啊，媒体一直在削他啊，过去对女性不尊重，结果呢？空姐她是美国妇女界非常重要的啊一个主导人，她跳出来告诉川普，我支持你，啊，你一定当选。所以川普讲，不要，
吼、哦，这样我就有信心。第二天就马上对希腊人呛虾，我绝对选到底，而且我绝对不会中途退出。就是因为他，所以那个什么，他现在还是川普的最高顾问。最近有讲话，有讲说有关中美贸易，川普讲的，以后他相信呢，会有好的结果呢。能帮川普讲话了哈，啊，就是这位。这位哈，这个是罗雷塔，这个是我们的众议长夫人啊，刚好因为我们前一天才跟他一起吃饭，所以那天跟他碰面的时候就很高兴，跟他拍个照啊。啊，这是干员，为什么叫干员？这个都是暗中在保护夫人的，保护夫人的哈。啊，他就跟我们拍照，因为事实上呢，他都比我们高一个头。我叫他要半蹲跟我拍照，所以要放五个人呢，我这大家拢要出国了，好，那么联络国，好，咱即马好讲较济啊吼，主要要让大家了解，台湾政府呢，即马已经跟整个国际接轨了嘛，吼，然后跟国际接轨，国际嘛才有办法支持嘛，哦，对不对？来，台湾的国际地位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国际化。啊，今天初级班嘛，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国际法又出了万国公法嘛，啊、哦，那么国际法它有一个条件，一个条件呢是怎么样？全球的国家都要遵守，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呢不遵守国际法，全球的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去打它，所以无人敢啊，无人敢个别讲哦，我才不理国际法啊、哦，所以讲到这个部分就讲到希拉里当年去到中国的时候是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啊、哦，那结果，这希拉里告诉他，那你必须遵守国际法。结果胡锦涛说，国际法是你们西方社会的产物，跟我们东方没有关系。哦、啊，结果希拉里告诉他，哦、啊，如果你不愿意遵守国际法也可以，你要拿出你的实力，哎，把你的血贴出来，就怎么样，准备打仗了，这样啊、哦。所以国际法很重要。那也因为今天有国际法的保护，所以台湾。啊，台湾必须要啊，在现在这种状况呢，才不会被中共怎么样啊，这个随便来干预哈、哦，因为有国际法存在的哈、哦，哦，所以国际法基本上来讲，你主权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一个法律，一个怎么样，等同是一个现实阶段的法律了，哦啊，如果任何人违反这个国际法的话呢，其他的国家就可以怎么抗议啊，就可以。啊，起来，这个所谓的啊，整个对抗啊，联合对抗就对了哈。OK， 好，那么国际法到底跟台湾的关系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台湾的国际的地位的关键是在哪里？第一先啊，为老大卫就今天的民调诶，为什么特别要写出来？台湾关系法也是很重要啊，美中的三公报跟中也是很重要，还有中国台湾当局，当然都在。重点是怎么样？这些都是要服从旧金山的条约啊。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啊，是美国他们自己设的。但是无论如何呢，国际法里面的最重要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啊。旧金山条约就规范了台湾的国际地位啊，已经清清楚楚写在里面。但是因为在过去，在台湾啊的所谓的蒋介石对台湾人的教育，他怕。我们台湾人去研究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在过去的课本里面从来都不去教导我们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是现在对台湾最最重要的一个约束的一个条约，就旧金山和平条约，尤其对台湾人来讲啊，是受到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约束，但是也是因为它来保护啊，保护台湾人啊，台湾人。那么这些呢都是要依附在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的啊。Okay. 啊、这个部分、哦、为什么台湾是日本的法定领土啊、哦？啊，这显然到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也不愿意教育啊。过去这里国民党系统，他们绝对不会把这为什么啊，台湾是日本的领土，他不能教育啊，伊来教育咧，台湾人都清醒啊，所以到底未教育，啊未教育，伊都砍起来，啊爱砍起来。那这边呢，我们特别来解释一下，啊，现在台湾政府你比较了解啊。今天台湾呢变成日本的法定领土，是因为依照国际法、依照战争法，那么一路走来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去反驳它，
都不能去否认他啊。所以二战结束呢，包括美国是占领全国，他也不敢去否定台湾是日本的法定领土啊，都不敢否定啊。啊，到底这个国际法它是怎么来的？那《通马关条约》是不是有签一个签约啊？日签啊，日签条约嘛啊。那日签条约啊，起先呢是要求签国呢把在辽东半岛跟台湾呢割给日本啊，割给日本天皇。但是那个时候依照国际法，就有一些国家好像是法国还是英国，他们就抗议，他说呢，辽东半岛是清国原始的土地，是清国的法定领土，所以领土不得移转啊，不能因为战争你占赢了，你就叫人家割让，不可以，因为那是人家的法定领土。所以呢，在就这样啊，这个马关条约啊签了一个礼拜之后呢，就马上把这个辽东半岛呢还给大清帝国，然后叫他赔偿。啊，赔偿好像2000万两的白银啊，啊，这些保文啊，然后呢，台湾呢就要怎么样割让给这个那个日本天皇。那么台湾为什么可以割让？因为在当年台湾不是大清帝国的领土，不是，是他来台湾开垦，他来这边驻扎一些军人哈，军人哦。啊，为什么在台湾要驻扎军人？因为台湾在当年有海盗，沿海。海盗啊，海盗都是从澎湖那边过去的，有些可能住在台湾啊。在那个时候呢，清国就讲，那可能要派人来台湾呢做什么样的防守，避免海盗在台湾筑巢。但是呢，他们那个时候的报告就是说，台湾是怎么样？这个什么土地啊，化外之地啦、啊，哦，化外之地就啊，你是土人嘛，哦，把那个原住民叫做土人嘛。哦，啊，都没有教育的一块土地嘛，一个人，啊，所以那个地方他们并不要，啊、哦，并不要，所以他们只有派兵来驻守，哦，啊，为什么会屯垦？因为要吃东西啊，要吃饭啊，哦，爱种植啊，爱到这里用平土族呢来帮他们来种植，啊、哦，是因为那个关系啊，来，但是当日本来到台湾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整个台湾。差不多一半不到一半的土地呢，是属于清国的啊，它的屯垦地。那么有一半的土地呢，属于高山的部分呢，通通都不归属在清国的屯垦范围。哦，所以那个说怎么办呢？既然已经把台湾割让他了，那么日本天皇必须要依照国际法啊，来把台湾慢慢变成他的领土。所以他只能用征服的方式啊，不能用杀害的方式，用征服。征服就是用武力。然后呢，往前走啊，不得随意的去杀害啊，这个所有的人民啊，用政府的手段，然后让这些人民慢慢来接受啊，接受所有的日本天皇啊。然后呢，一直到1937年的时候呢，这是1875年嘛，啊，到1937年，桂林市长李尼呢，为了征服台湾，竟然日本在台湾花了42年呢，啊，超过久的时间是慢慢来。教化啊，慢慢教化。那么到1937年，他觉得，哎，这个整个已经愿意臣服了，所以才开始怎么样？皇民化啊，皇民化。1937，那么1937经过8年之后呢，1945年的4月1号呢，啊，整个都是差不多 OK 的，所以由日本天皇呢发布诏书啊，就是把台湾纳入为日本啊内地的延伸，也就是日本的领土啊。啊，有没有人抗议？整个全球没有人抗议、哦、所以那个时候呢，连包括的中华民国都派员来怎么样，来台湾设，来日本的台湾设立他们的大使馆、哦、所以没有人抗议，所以那个就是合法的土地啊，宪法的台湾。那么宪法台湾最主要，台湾要派代表，每年要去日本开会，派参议员跟众议员到日本开会，依照宪法、哦、来管理台湾的、哦、OK。后来，那么我们那些再怎么样都是必须要臣服在旧金山和平条约。那旧金山和平条约有关台湾最重要的是哪两条？这两条里面最重要哈、哦。第二条 B 就是怎么样？就是所谓美国拥有台湾的管理权，管理权那是怎样？以一块土地来讲，有分成。如果是领土，那么领土有地上物，所
所以地上物跟地上人民呢，就由我美国来管理，但是土地的所有权还是属于日本天皇，所以到现在，整个台湾的土地的运用，只要动到地下资源，就不可以随便动。所以后来我才想到，原来金山哦，金山地当这么好，金山这边是风景，金龟山嘛吼，诶，有机会哦，当然咱台湾民进党执政吼，诶，会当去挖金啊，还佫有金啊嘞啦，啊因哦，因都讲封起来，袂使挖美国，袂使海挖啦，你知无？伊讲这你挖金啊，毋是伊的权利啊，伊袂使挖啦，你知无？包括去台湾有两口井，去抽油，有油哦，有油啦，爱使抽啊，袂使抽，伊咧天皇的地下资源，佮叫做土地权啊，吼，迄是天皇的。所以就不行齁，所以美国它拥有地上的管理权啊，地上管理权美国又自己不来齁，他那个时候可能都要跟蒋介石什么关系那么说嘛，那说我听听齁，然后呢他就由他来管理，管理的时候你又怕台湾人这样没很清醒怎么办，来摸摸我，他就用一套功夫，功夫去追溯，他就叫清朝管两百几年嘛，他就说这样本来就是中国人，无呀无食，咱个祖先根本就袂晓，迄沿汉文个无偌济啦，哦，拢袂晓汉文，所以到咱个祖先搁着蒙牌，蒙牌拢叫人刻，叫人刻，反正伊嘛看慢啊，对无？系啊，第二十条就是为什么讲这条？因为美国说啊，因为法官问因个代表，国务院个代表律师，我们美国有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你知因个代表律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台湾的主权，真的是假的？是真的，他只拥有管辖权，所谓主权要包括土地权，所以都没有，也是对，所以因为法官就在问他们的这代表律师，那请问你现在的和平条约还有没有效？你知道代表律师唔敢讲出来，你知因为法官在讲。你不用回答，我帮你回答。如果就是那边条还有效，你的麻烦大了，所以这个就是法律的，也就是国际法整体上来讲，还是保护台湾的啊。23条 A 有讲到，美国呢是就是那条约里面有写到是48个国家跟日本天皇签约，那么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啊，这是这条啊。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先做了解一下哈，台湾人实在是艰苦，实在可怜啊。为什么台湾人今天是这样？我跟你讲，台湾人哈，人讲一句话哈，人台语拢无你那水啦。是安怎今日呢？爱知影，台湾较早哈，人讲太平洋有一个叫做，这是咩？说什么？有时候一个太阳帝国啦。他的太阳帝国是在太平洋的中间，结果后来沉了，因为地壳会变动。那么沉的时候呢，在南方以前都是一个造，沉的时候很严重，有一部分人要跑到台湾来，就是关帝是这样啦，所以恁知咱做，咱以前留来的。传说啊，吼，咱有迄个，咱个祖先叫啥物？咱住个所在有叫地基柱对无？地基柱拢矮矮个，你无用迄桌顶足悬个，伊讲迄上悬个无头去食物件，嘿，地基柱拢矮矮个，拢爱用几多个板。听讲咱较早矮个人啊，吼，咱个祖先较早拢矮个人嘛，吼，因为咱这后来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各个国家都是套来套去吼，所以慢慢变得看起来不太一样了嘞啦。所以台湾人主体当时就是台湾啊。为什么台湾人没有国家观念？较早到台湾是部落到部落啊。这古早的种族吼，他们没有那种像即卖去给人家灭国，无遐严重啊。较早是讲都未下烧牌安尼尔尔吼。所以过去台湾哦。这里物产丰富啊！看你看梅花鹿，伊当初听讲，伊咧东印度公司销偌济呢？迄拢一年算
算几百万领以上的鹿皮，梅花鹿的鹿皮哦，销去外国去啊。迄可见你当阵台湾个满世界拢是梅花鹿，啊，当然包括足侪其他的野生动物嘛。那较早咱也做原住民，我有看到迄一个法国人画，画一个年轻人甲一个，他的家人，你看女孩子吼，看起来很幸福嘞。为什么？我认为伫迄个时阵，当然这物产、这物资无像即摆安尼咯，当然差到济啦吼。但是因三顿要食不到饱，无问题。较早水沟拢拢鱼啊，你只要好鱼啊，你免惊食不到啊，对无？啊，较早迄个动物遐济，你现在会打猎，你免惊食不到。哎，所以过去咱台湾人啊，没有国家观念，干来有怎么样？这个做家己的家族。叫虾，看到什么虾，看到迄个观念，哦，啊，没有国家观念，所以即摆伊咧西班牙，有无？荷兰人来，因伫啊伫战争几百年、战几千年咧，伊咧国家甲国家相战，所以有国家的观念嘛。啊，台湾伫遮生活遮享受遮幸福，着无国家的观念，所以人来就来，叫欺负嘛。所以台湾人的苦难，有伊人开始到即摆。一切是这样子哈、哦，啊，我今麦讲这篇，我今麦基本主要的是讲蒋介石在台湾，伊所做的一切哈、哦，啊，这拢全部都同款啦，来拢先台嘛，啊，拢大家会惊嘛哈、哦，啊，我今麦讲的这部分来看哈，哎，我若有时间，我若接着听我讲咧三点钟、五点钟讲袂完啦，诈骗、欺瞒啊，今麦规个拢有人骗嘛，啊、哦，世界上最大的诈骗集团是哪一个集团？蔡英文集团嘛，好、哦，基本上蔡英文集团嘛，哈、哦，怎么样？你都不合法啦、啊，你不合法在台湾，然后你跟台湾人收税，然后都公开后天，我们要重返联合国，被你诈骗集团吗？哦，欺瞒，假的司法，我跟你讲，即卖司法是干什么？是要治理台湾人用的，不是治理。所以 ，on Taiwan people on Taiwan 就是所有台湾人，台 people on Taiwan 我是属于啊中国来啊、哦，但是只要是治理这 people on Taiwan 那种家司法是治理 people on Taiwan 是本土台湾人用的，所以你那是要啊，如果是因为中国人的心，你到海外的时候会怎么样？随便判一判就让你回去了，哦，意思啦哈、哦，讲历史如果。改变历史的话，当然咱年纪人吼，就是即摆，即摆咱年纪人拢被改变历史嘛。这个你是哪一国人？中国人，你是中国人？没有啦，我是中国人，是台湾人，即摆拢安尼，拢忘记啦吼。来，假的立法，立法是立假的假呢，立法是要管理台湾人用的，对他们有没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哈，太多了，这个讲不完哈。就立法，我的东西会用核四工程。来做举例，核四工程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动？盖几年了？几年嘞？几十年嘞？起几十年嘞？开始起的时阵，你当初我就看嘞，林东跳出来讲，你这个根本就是钱跟法案，我冇听过。啊，刚才讲啥？哦，什么叫钱跟法案？那就一个开坑哦。啊，你这样民进钱啊，当然也免抽水啊。你一万担嘛，担袂甜啊，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叫陈国安？原来核四工程是造假、作假，那是无必要的。一开始就无准备要启动，是要污钱用的。所以叫做陈坑法案，民进党上清楚，对不对？所以阿扁喺当中，伊要有一寡良心，伊就伊要先先甲填起来，有没有？啊，后来又怎么样？又继续了，继续怎么样？我都还没做完，你还要继续做，啊，做的时阵物件拢袂使用嘛，嘿，啊，你继续做就继续工程费嘛，啊，工程费就是什么一直啊，所以为了这我拢讲做，这什么，这个国库通东库，啊，东库通内库，啊，内库通外库，外库再通外国去，明啦，啊，叫贾立华嘛，贾立华嘛，吼，曹龙先生，你顶面先生办的嘛。一票30元，啊，党政党50元，操弄选举，对不对？哎呀，啊，台湾人，大家算干嘞。即摆你看开始，2020年做开始咧拉啦，
哎，啊，所以最近哦，啊，咱这里要来做什么话题宣传，主要就要诉求，哦，诉求怎么样？台湾人，你唔好够参加选举，啊，你若继续参加选举，你就永远做奴隶，你知道无？啊，你叫人参加选举，啊，就叫人食定定啊，伊就继续统治啊，啊，继续统治，你就做奴隶啊，对不对啊？继续继续做奴隶啊？为什么？你所缴的钱，你有法度查无？无法度查，你去查，你去叫因的机关查有效无？啊，因大家拢这拢提到888，伊会去帮你查，无可能啦，哎呀，所以才成做，你若继续参加选举，你就继续做奴隶，啊，对吧？对吧？好啦 ，OK， 来，会神，这样知，我已经开始用上面了嘞，哦，迄金主国，迄当中拢一寡，哎，咱这叫做结校，嘿，来做研究，安尼无？迄金主国嘛，倒渣工程，啊，这为着要领钱的，这工地拢做袂，拢交代过安尼尔啦吼，环境污染上严重。反正我来为啥物？因为台湾上个大个企业叫啥物？台塑，哎、欸，塑，即个石化工程对吧？哎、欸，啊，石化工程上个大个啥？生产汽油，汽油生产出来，啊，出来做啥物油？做棉油，棉油你知影无？哎、欸，石油来做棉油，你拢知影？较早你知影有一当人个棉油布外面拢乌个，是啦，伊就是用石油膏，啊，石油是膏，啊，透明。哎、啊、呦，石油脱色，搁脱臭，安尼了，吼、哦，啊，内面要挨膨开落去，啊，叫做棉油，啊，棉油叫青广膏对无？啊，甲抹落面，啊，即摆去渗透入去，啊，就讲伤害皮肤，啊，就变成面就乌起啊，安尼对无？哎、欸，迄就是啥啦？这个石化吼、哦，石化的油吼，啊，环境污染，啊，到即摆搁未使做棉油，啊，到要做啥？啊，嘛来做洗衫粉，吼、哦。啊，嘛做洗碗精，好无？啊，嘛做啥？这个沐浴乳，好无？啊，洗浴刀，哎呀，所以台湾人可怜啊。迄、那个物件拢袂使用，但是呢，你没办法拒绝，为什么？即摆要叫你找天然的来用哦，咱即摆无咧物件，迄个足贵的。啊，你即摆叫你洗碗精，讲叫你去买一罐洗碗精，洗一罐100块，你敢买落？啊，外面20块就有啊咧。你了解无？啊，伊就看到是石油精嘛，啊，石油就青广膏嘛，啊，青广膏加这边活性剂，所以洗的时阵，个整个碗会碰着伊个玻璃啊，个玻璃个有缝啊，啊，就钻进去啊，把洗洗清气啊，吼、哦。好，啊，怎么来？烧汤来哦，啊，倒落去，啊，烧汤落去，啊，个这边活性剂很活嘛，有个造起来，你知？啊，你就来啉落去，安尼啦。哦，所以台湾是什么？癌症王国，你知？嘿嘿，哦，全世界癌症上济，啊，你拢食石化食啊济啊咩？石油食啊济啊，你啊看即摆食石油的，迄溪底鱼啊，全死球哦，大鱼啊，较落大鱼啊是你切，你的水质污染的，啊即摆狗啊无大鱼啊，啊，环境污染咯，乌龟斑蝇啊，即个国标文啊，乌龟斑蝇即摆钱拢送去外国，空头支票，诶、欸，即、這个633嘛，马英九的633，好无？633就是啥啦？迄个叫做伊的支票嘛，讲到支票嘛。哦，这个这么历史吼，也无多讲吼，所以这是台湾人的苦难啦吼。啊，台湾人无国籍，哈、啊，没有国籍，咱这大家拢无国籍，都没有国籍哈。啊，国际法啊，这是下上个条，这两项爱记哦，占领不得移转祖先，留啊不得少啊。你讲占领也袂当讲变更土地权呐，讲占嘞，你爱用人，你爱该签约了，你要退出，吼、哦。啊！伊即摆阁甲台湾占掉咧，他我们要跟他签和平条约、中文协议，就是因为这个啊、哦。啊，你既然你是流亡来遮，那流亡来遮共占，就煞变你个。哦，你若伫遮好话，就是流亡来遮，你好话就变你个嘛。哦，这是啊最重要吼，咱注意把这个观念最重要，要一定要去了解吼。哦啊，所以台湾民政府呢，啊，整个呢，我们一定。啊，会执政，而且最近整个气温一直都上来哈，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哈。然后呢，然后在台湾啊，民政府整个，我讲台湾民政府是我们台湾人的政府，咱既然是咱家的政府，我们都要听受，啊，要听受哈。将会成为啊这个最幸福的国度了哈。啊，你看我们最幸福的国度哈，我们未来建筑要跟整个环境结合。美感呢要能够出来啊，要政府要经过审查，
我们要脱亚是说，我们要跟欧洲学习欧洲的福利政策，欧洲的整个环境，欧洲的政府对人民的爱戴都是一流的。欧洲小英姐呢，他们的收入都是台湾人的十倍以上啊，十倍以上，平均收入额啊，都是台湾人的十倍以上啊。啊，这挪威嘛，同款啊，挪威嘛，同款啊，都是世界上最高的收入啊。啊，瑞士呢，未来我们也要跟他学习啊。瑞士它是联邦制的国家啊，跟台湾有点雷同啊，联邦制的国家啊。他们都是最幸福的国度，你看到处都是非常美，一张垃圾都没有了哈。那我看我们台湾的整个环境来看，我们是很美的，哦。未来我相信我们台湾民众一旦执政，我们会就台湾的整个美感来规划，哦，美感来规划啊。因为为什么台湾未来可以做得很好？台湾的资源基本上在全球岛屿来讲，全球岛屿，我看台湾是最特别。听说哦，联合国的调查。从钓鱼台列岛一直到南海、哦、所有的石油产量超过两个中东的产量那么多。啊，咱若伫台湾开两口井，就听我起台湾人，两口油井啦。啊，规个未来油井听无限量去开，啊、哦，无限量去，我们只要跟一些啊像美国他们重要的国家合作，由他们来开，啊，咱俩享受的话，哦，这整个条约下后的话，哈、哦。那么台湾未来这么有钱怎么办呢？我们的钱要怎么做？你外头开，你无法度开点钱啊。我们要政府要把所有钱花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未来我们的父母根本不用担心小孩子的学费啊，以及为了创业费用，我跟你讲，包括连创业费用都可以不用，只要政府同意，就可以无限量来协助你，啊，不用担心你的所谓教育费用。啊，你怎么安尼先不行哦？我不用烦恼我囡仔的生活，不用烦恼伊的未来，整个政府来花大钱，但是要管理。我们台湾民众未来执政，在管理两个字呢，会非常的用心。公务人员啊，公务人员贪污很严重哦。现在看里面的资料是唯一实现的，但是要很确认的啊、哦。但是我们希望啊，我们未来呢，因为没有贪污，就没有外口同个内口去嘛。哦，而且前面老了，好好来建设台湾，变成一个什么最美丽的一块土地，然后呢，让人民最幸福，让我们子子孙孙到底这些所在呢，是永远永远最幸福的一个国度，一定可以做到，因为我们资源太丰富，我们的人，我们台湾人哦，啊，我们的这个素质真的太高，我们是最爱和平，最会关怀这块土地的，好、哦，跟现在的整个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哦、相信那一天早日到来，我们都成为最幸福的人民，好不好？好，谢谢。